我们老师呢是哈、哦、这个大技工啊，我们都是小技工，哎，我们是老师的徒弟哈、哦，都是小技工。那个技哈、哦、就是帮助的意思啦，救济哦，帮助人。然后技工呢就是攻心一片，我们呢不要呢这个技师啊，我们都是私心呐、啊，哎啊所以。啊，这个我们佛老师时常要我们呢，都能够哦，就是等于呀、啊，这个自众啊，这个公众公有的，大家呢共同的啊，咱会当真注重哦，算讲功德心拢有迄个功德心，啊，你有功德心哦，就是真济公啊啦，哎、欸、啊，咱平常哦。拢会为家己私心的设想，哦，所以呢就缺少。那我们要了解说，在世吼、哦，都爱先混啊，所以混吼、哦、就是活的，活混啊，混吼、哦、不是死去才做混啊，所以活混哦，借功活混。啊，我们每一位呢啊都是。那么救世呢？因为咱世间吼拢苦海，啊，所以咱就要来救这个苦海，哦，这个世间的众生啦，所以叫做救世，哦，救济啊，哦，我们这个凡人，啊，金吼、哦、就是不假，哦，金就是袂假啦，假就袂金，哦，啊，咱呢就要吼、哦、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金啦，啊，那一生灭迄就是假。哎、啊，所以咱就爱哦，用金呢不生不灭，哦，金呢就是常而不变，哦，常而不变，迄就是金啦、啊。哦，啊，所以咱了解呢，哦，这个救世啊，哦，就是讲要救济这凡世间人，拢会当行入来不生不灭，咱的真心佛性内底。哦，啊，所以呢，这个。明清吼、哦，就已经甲咱讲甲真正哩明。不乱呢，吼、哦，这个哦，四句偈啦，这个偈语吼、哦，咱甲看上顶头迄字吼，这下骹吼，往那上顶头迄字，讲吼话佛有无？这讲话佛，啊，则用这个吼、哦，灌顶这个字啊落去，吼、哦，甲下骹遐书吼。哦，念出来，世世啊，君生教三千，世啊，哦，就是呢，世世来救济这个世间，哦，和世间人诶，拢会当真快活，安尼呢，叫做世世。啊，这个君生呢，君啊，就是合君，咱真济，哦，真济足济啊，叫做君呐、啊，哦，迄、那个君生，哦，就是这个众生呢，足正哩济。哦，啊，咱呢，拢都爱给哦救济。啊，教三千呢，这个教吼、哦，就是众生拢乌暗，拢无明啊，拢伫个暗内底。啊，咱都爱给照好明，可以看有看的路，知影通行。啊，这个三千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哦，就是咱大的这个世界，哦，叫做三千世界。因为吼、哦，咱研究内底吼，有经有讲，吼、哦，讲咱这个哦小世界，咱咧大这个世界吼、哦，有一千个，哦，一千个咱咧大这个世界，或、哦、者一小千世界啦，吼、哦、啊，有一千个的小千世界，或、哦、者一中千世界啦，吼、哦、啊，有一千个的中千世界，或、哦、者一个的大千世界。啊，有这个小千，有中千，有大千，安尼叫做三千啦、啊，三千的大千世界。哦，啊，咱呢用哦，咱的这个真心佛性的这个本体来照好明，哦，这三千大千世界，哦，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哦看到真理，安尼叫做照三千。那么恭敬啊，无私哦，得按咱恭心一片。哦，拢专专的，哦，拢是公心，无讲为着私，无为着咱私人的身躯啦，哦，完全拢为着哦众，就是拢众生啊，所有的众生，你会当为着所有的众生，
啊，因为吼、哦，所有的众生都是咱真心佛性的本体啦。啊，所以你公心呢，就是拢吼、哦、已经行入去迄个真理内底，吼、哦、啊，公正无私，吼、哦，拢无私偏。咱若有私偏，就会正业，啊，就爱轮回啦。啊，咱若拢无私吼，就已经吼行入去咱的真理内底，吼、哦，这个真理就是咱的佛性的本体。那么科达天呐、啊，就是讲，咱若有法度公正无私呢，咱就法度回到咱本来迄个佛菩萨的本来迄个地位，吼、哦，咱会当达到这个天庭啦，吼、哦，咱即马以凡世间受苦来讲，吼、哦，咱就会当回去这个天庭。那么活用啊，真经啊，传万世，就是吼、哦，咱爱真活泼的运用。哦，真活泼来度化众生啦，所以吼、哦，咱就了解讲，这个活泼咧运用的时阵吼、哦，有真济拢唔是讲符合的道理的，但是无要紧，你吼、哦、用你的智慧，你家运用，吼、哦、啊家带带甲，互伊做好做对，安尼就是你吼、哦、有够迄个不竭的妙智慧，嘿啊，所以迄个过程吼、哦，并唔是一定都爱符合真理啦。所以小阿不是讲过讲吼、哦、你若去度一个人啊伊真爱食鱼啊吧啊你甲伊讲吼求多多爱食素食伊未前买就惊着啊吼讲安尼我无爱求我不求道一求道要素食啊你甲伊讲吼讲你要食唔食你家己主张啦嘿啊你缀我来拜吼、哦、对你绝对好诶这叫做好用嘿真活泼的运用啦爱无要紧啊，运用以后你家己吼引入佛门，佛门以后吼，伊若肯研究道理，伊家己就知影讲，哦，就是做了歹，才会做位精神去啦。啊，咱卖甲抬，啊，卖食，伊家己就发心，哦，所以咱就要会晓运用，哦，啊，所以吼、哦、运用的时阵哦，有当时啊，伊并无讲符合着真理，但是无要紧，哦，咱就要有迄个智慧，会当活用，哦，咱的真经。啊，即卖吼，咱来了解吼、哦，这个真经咱拄则讲的吼、哦，就是讲不生不灭，甲常理不变的。啊，即卖就改吼，吼、哦、引导转来伫咱的心上，咱的这个佛性，咱的本来心，我们的真心佛性就是真经啦。咱的吼、哦，咱的本性就是真经，嘿啊，所以咱就爱甲这个真经吼，拢时时刻刻吼相持念。不是拢咧持念这个真经，哦，真经就是咱的本体，咱佛性的本体，哦，啊，一旦呢传万世，就是讲用咱家己的这个真心佛性的本体，哦，一旦传万世，万世所传的都是咧传这个啦，伊无别项，都是这个，啊，咱得爱吼，一旦了解，彻底了解，啊，彻底去做，啊，来教人。那么佛法呢，无边呐、啊，化大千。哦，就是讲这个佛法无边，哦，佛法呢，伊无一个吼、哦、界限啦，哦，无量无边，哦，啊，咱都要了解这个吼、哦、佛法。咱若讲要伊发挥功能的，伊发出来力量真大。啊，若要讲的，哦，咱讲要修持的，哦，伊的佛法真正哩济。啊，咱呢拢会当吼，哦，用这个佛法来修持，哦，咱成佛，咱成佛以后。哦，咱用咱的本性发挥无量无边的迄个作用出来，阁会当呢，哦，做足侪代志，啊，阁会当呢，度化呢，哦，足侪众生，唔是干那咱娑婆世界的众生而已啦，哦，不管倒一个世界，倒一个佛世界众生呢，咱拢会使去度，啊，咱会拢会使去，哦，咱即句呢，去用业杀来这个，哦，方便啦，哦，咱这个娑婆世界。啊，咱呢，也阁有足侪世界，咱拢会当去。吼、哦，啊，咱即马无修行吼，也无修正的时阵，咱无法度去。吼、哦，啊，以后咱有修正啊吼，啥物世界咱拢会当去。所以佛法无边的吼，会当的化大千，教化教化这个大千世界啦。吼、哦，咱拢会当的教化这个哦，这个大千世界。所以吼、哦，这个句啊，内底就拢讲到吼，真正哩好。那么真经吼、哦、应运呐、啊，就是讲吼、哦，这个真经吼、哦，咱呢咧传呢，吼、哦，这个不生不灭的迄、那个相知
哦，迄、那个呢，哦，伊即句呢应运啊才出来，哦，应运的时阵才有啦，哦，平常并无咧传，哦，所以咱了解讲即马都哦有三期大概普渡呢，才有这个真经哦应世，哦，咱才会当哦去得到这个道，才会当研究，才会当修持。那么灾消劫毒，哦，大道尊啊，讲会当呢，哦，消灾呢，哦啊救劫。哦，劫呢，拢这个灾难啊，劫就是灾难，啊，拢会当除掉。哦，这就是大道的尊贵。哦，大道的尊贵呢，就是会当予咱消灾，哦，会当救劫，劫呢拢消除掉。那么修心呢，化世哦入功分，就是讲咱会当哦修心，咱的身躯呢拢会当哦兴起甲真正道啦，身躯呢拢无迄个三道淫。哦，咱的意念拢无贪嗔痴，哦，咱的嘴呢拢无吼失点，无失这个口点啦，哦，无呢恶口妄言，哦，两舌之语拢无，所以咱了解吼，这哦，就是讲咱人一般啦，无去注意啊，都会去犯着，都会失掉咱的哦，这个口点口德啦。欸、所以有当时啊，咱即句话足常听到讲吼，你要留一点口德啊。哎、欸，迄就是讲咱即马讲话拢凊彩讲，哎、欸，乌白讲讲的，迄拢吼失掉咱的德。哦，所以我们呢要哦讲话的时候要哦注意啦。哦，无道理，无这个合道理的吼，唔、哦、是真理的话，咱就卖讲。哦，迄、那个取语呀，就是吼、哦、他讲出来的话不合真理啦，哦，这取语。哦，你若讲一寡，互人安尼想入非非的吼，迄、哦、叫做取语啦。安那迄个咱卖吼卖讲。两舌呢，就是咱两个嘴舌啦，讲两款话，吼、哦，就是心口不如意啦。吼、哦，对，吼、哦，甲讲一款，对伊讲一款，吼、哦，啊，互人去冤家，吼、哦，迄叫做两舌。吼、哦，啊，二口就直接啦，三字经骂人诶。吼、哦，啊，妄言就是。无实在诶代志，啊！你咧讲，吼、哦，你甲讲甲互人听诶，则分袂清，讲是实在还是假，吼、哦，则分袂清。所以呢，吼、哦，咱着爱修心，吼、哦，会当修心呢，就会当化解教化吼、哦，这个世间，啊，就会当立功心啦，吼、哦，咱诶这个吼、哦、功德就会当立起来，所以咱着是爱了解，拢爱为本心诶做起。那么八八啊，言性记。哦，佛性先进啊，发慈悲。哦，这个这就是咧讲咱今嘛吼，这个白羊、白羊的迄个劫八八。哦，八八呢，这讲咱白羊的迄个劫，因为吼、哦、未清凉的劫较少啦，伊才一八尔，才吼才一个吼、哦、一八。啊，那个红羊吼、哦、都变较济啊。哎，啊，甲咱白羊搁较济，吼、哦，即马咧追的风，所谓劫数吼，非常的济啦。啊，咱家己斗斗的吼，都一百空白。哎，啊，这个八八吼、哦，咱属于的咱白羊的迄、那个吼灾劫啦。那么佛吼、哦、佛圣啦、啊，先真啦、啊，花慈悲，就是讲咱吼有这个。遭遇这吼，这个劫难劫吼劫数，这就是咱众生吼，咱家己做得来，咱众生家己本身吼，吼算讲拢吼发，这个发出来念头就无好，吼啊，佫做出来行为也无正确，啊变做形成吼，一人一点点啊，迄个恶气，啊就变吼灾难，啊灾难一个降临吼，所有的拢爱去做。哦，去造福啊，去接受，啊，所以呢，这个哦，先分哦，这个发这个慈悲啊，大慈大悲的心，哦，德泽亲生啊，德光辉，哦，就是呢，这已经能够呢，从我们哦那个本性哈、哦、的内底哦发出来，这叫做德泽啦，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利益众生的那个就算德啦。所以就注意就讲，伊讲呢，哦，见性啊，哦，就是讲平等的，就是德。啊，咱一旦讲吼平等心啦、
哦，平等心就是无这个分别啦，袂讲哦啊，哦这个有诶吼、哦，身份地位真悬，啊有诶吼、哦，身份地位真低，哎，啊咱拢无啊，咱拢吼平等，哦众生呢，伊就是无了解，才会做众生，众生若了解，就做仙佛菩萨啦，哦啊所以吼、哦，就爱有迄个平等的心，啊就有迄个德，哦啊这个德就会当认责啊。啊，那像讲咱世间吼，吼、哦、都要有这个水，咱万物啦，吼、哦、才会当成长。诶、欸，咱人嘛都要有水才会当活，吼、哦、啊，所以呢，都会当吼啊，受到这个德的迄、那个吼滋润，吼、哦、啊，所以德泽会当呢，吼、哦、利益啊，群生，就是吼、哦、所有的众生呢，拢会当吼得到这个利益，吼、哦、啊。啊，这个众生啊，他就能够得到呢这个光辉，哦。那么东来呢，紫气展呐、啊，普渡三朝啊，开妙玄，哦。这个东来就是讲咱吼，咱因为咱中国吼、哦，就属于吼，你若为迄个印度来讲吼、哦，咱中国就属于吼这个东方啦、啊，哦，所以属于个紫，哦，正呢就属于东。哦啊，东来紫气呀、啊，这个紫气吼、哦，就是讲咱迄个已经拢乌去，拢无去呀。哎，咱若讲吼，凡世间做恶，迄个拢乌去。啊，过来咱若讲行善吼，迄都有一个迄、那个黄的，诶，迄个仙气。啊，那紫气吼，都已经吼、哦、成就啊啦。哦，都佛菩萨吼、哦、本身都成就了。哦，伊就迄个紫气，哦，紫色的这个气吼、哦，爱当电。哦，啊，普渡三泽啊，普渡三朝，哦，这个人鬼仙哦，哦，三泽拢普渡，不管是哦，替天行仙，还是讲幽冥地府啊，还是咱人间众生，哦，三泽呢拢普渡，啊，开妙玄啊，就是点开我们哦那个玄关妙窍啊，哦，拢会当哦，甲咱点开，哎呢，咱哦有接受这个一支点哦，咱就会当。回归甲本来，上天甲咱吼应可啦，已经甲咱吼吼，算讲互咱有够迄个资格，吼、哦，互咱有资格会当归吼归本位啦，吼、哦，会当归吼我们佛菩萨本位。那么应生呢下凡呢吼施天难，就是呢应生下凡啦，就是我们吼、哦、这个这边呢就是讲。我们老师呢，哈、哦，这个天然师尊呢，哈、哦，就是应身呐、啊，哦，应着啊，这个三起普渡，然后呢，掌这个道盘。我们老祖师掌天盘，哦，我们这个哦，佛后老师跟呢，我们师母呢，他掌道盘，哎啊，所以呢，哦，应身就是呢，应身下凡，下凡哦，到凡尘来出生呐、啊，哦，第一凡顶出世。哎啊，民国36年的中秋哈、哦，哦，归天了、啊，我们老师哈、哦。那么中途啊，有缘分、啊，中途有缘分，继往开来啊，万八春。哦，这个中途啊，我们就是了解，在我们这个中国哈、哦，咱就是讲安尼进入这个缘呐、啊，哦，咱都属于的哈、哦，这个大道上方便的这个所在。为什么呢？因为吼、哦，咱拢有咧行善累积啦，累积这个善，所以佛菩萨吼、哦，伊要来出世啊，一定拢伫个吼行善的迄个所在。众生吼、哦、已经拢累积这个善，佛菩萨呢，伊才会来这个所在吼，啊，促成这行善的众生，拢会当行善做佛。他说我若讲吼，迄、那个所在无众生无咧做善，佛菩萨伊袂去出世啦。吼、哦，还佫伫咧空闲的阶段的时阵吼，佛菩萨拢袂去遐出世。哎、欸，啊，佛菩萨去出世的所在，就是已经拢咧行，吼、哦，已经拢咧行善啦，已经累积真济的善。啊，佛菩萨要甲因带，吼、哦，带行善做佛，啊，所以佛菩萨才会吼、哦、应世才会出，吼、哦、出现伫个凡世间。所以咱东土啊，哦，进入这个缘分呐、啊，哦，所以要生长在中国都很难呐、啊，哦，很不容易。
那么继往开来啊，万八称哦，就是继往哦，继续啊，以往就是哦，以往诶哦，即呢咱哦较早诶即圣贤啊吼，嘛一直拢伫咧吼哦度化众生啦，诶啊继往啊开来哦，继往是啊开哦这个来学哦，我们呢这个哈、哦、一直啊也都继承哦往古的这一些哈、哦、那一种心，然后呢。哦，一直呢度化众生，然后呢万八春，哦，就是我们有万八逍遥啦。只要哦，咱拢有求道啊，无哦反哦这个反道败德啊，哦，只要咱无讲迄个道的歹话，安尼呢，咱拢有法度吼、哦，哦一万零八百年哦逍遥自在啦。诶，咱伫这个内底拢会当逍遥。那别用啊，风温啊。道山尊哦，白杨就是咱一句哦，白杨哦，咱一个缘会内底吼，都有青杨，迄万物都发生的时阵，红杨都万物哦已经开花啊，白杨哦已经万物拢结籽啊，这个结籽的时阵就是白杨，啊，佮落去就黑杨啊啦，黑杨就乌乌暗暗嘛，大地拢混沌啊，所以咱就是了解讲，即句呢都白杨。哦啊，所以白羊呢，逢运啊，咱拄到吼，咱拄啊拄到这个时阵啊，都出现伫这个凡世间。所以呢，咱就爱了解讲，伫这个时阵有法度伫凡间出世，就是已经呢，伊拢有迄个根基缘分啦。哦，所以我们都有讲，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吼、哦，讲你来个真正的卡。哎，拄好大道咧，吼、哦，大开普渡啊！你才来出世。所以咱来了解讲吼、哦，大开普渡，咱啊，吼、哦、出世也无求道，迄些物啊吼，或者心入宝山，啊，空手还，空手转来，吼、哦。所以，吼、哦，咱就来了解讲呢，咱即卖吼拄到这个，吼、哦、大开普渡这个，吼、哦、这个真好的这个天时啦，吼、哦、啊那。那这个时阵无好好把握，搁过去呀，还搁等候一个缘会，吼、哦，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吼、哦，就还搁等候一个缘会，哎，啊，迄、那个缘会原来也搁大概普渡啦，啊，同款吼，原来短短时间尔，吼、哦，啊，平常时呢，吼、哦，平常时拢倒来一，吼、哦，一再真骨力的修，啊，修甲有。哦，七代吼、哦，拢做真有名的法师啦。啊，第八代吼、哦，才有法度成仙做佛。唔是讲咱吼一世修啊，一世成。哦，所以咱呢，占到这个天因注定吼，一世修呢，一世成。所以讲咱的哦，这个运啊，哦，逢运啊，非常的哦，这个殊胜。哦，啊，道线哦，这个。道线，吼、哦，就是讲即卖咧，吼、哦，咱了解甲咱师尊师表啊，拄拄啊吼，咱下一个吼，迄、哦那个八八六十四，这个六十四卦的卦气都圆满，啊，所以这个道线吼，拢存咧存在。咱前方咧，吼、哦，前东方十八代，西方二十八，安尼叫东方十八代。他加起来吼，拄拄啊好呢，哦，六十四，哎，六十四。啊，咱肺无结，吼、哦，啊，先太结，先两仪，吼、哦，两仪先四象，四象呢先八卦，啊，八卦吼、哦、相中相错，吼、哦，八八就六十四。哎，啊，六十四吼，六十四卦刚好到我们吼、哦、师尊师母，哎。这个卦是圆满啊，所以佫即卖来佫讲吼，第十九大祖，也是讲白羊三祖，迄拢骗人诶，迄无啊啦，迄无咱即个吼天地诶，即个运会内底吼无迄个啦，吼无迄个气数，啊，所以咱了解讲诶，吼、哦、咱即句啊，拢是吼、哦、有即、这个啊，即、这个最后幕后，咱老师不是来吼照片嘛，拢讲幕后一早。哦，咱最后六十四哈，咱剩最后的哦一代祖师了。那么青红啊，运与隐呐，青阳跟红阳，它的运哈、哦、
已经隐了，都是已经过去了啦、哦、那么阳光普照啊，道德阳、哦、啊，这句呢咱这个白阳、哦、这个阳光呢普照、哦、这个道德啊，我们要呢把它发扬、哦啊、整个都发扬。那么万邦呢、哦、咸阳运大同、哦、万邦呢就是万国啦，万国、哦、都、哦、在这个玄就是全部啦、哦啊、全部呢都在仰望，仰望呢这个运啊、哦、这个四运天运呢能够大同，大同世界啦、哦、所以呢咱、哦、世界各国的人都嘛在、哦、希望说这样世界可以、哦、这样大同，这样真正的和乐、哦、这样过日。那么家家呢佛光照、哦、每一家、哦、每一户呢哦，拢是这个佛化家庭，拢照真哩和乐，拢无迄个做歹的啦。哦，大家拢真好安尼。那么灵山如来啊，哦，净观照，咱的灵山哦，就是咱灵性所住的所在啦。哦，咱的玄关窍，迄、那个灵山呢，啊，灵山所住的如来，就是咱的自性本来心啦。啊，咱得爱哦，静静的来观呢，才能够哦招，把它招来。才会当吼，甲伊吼印出来，印出咱家己本身的如来。那么五师啊，指点路一条哦，所以我们了解吼、哦，这个呢，这个五师指点路一条，就是吼、哦、五师就是我的老师。啊，咱每一个吼、哦、都有每一个吼、哦，哦，我们老师也有他的老师啦，哎、欸、啊，我们也有老师啦吼、哦，啊，所以我们的老师吼、哦、指点。哦，给咱的指点，哦，路一条，就是吼、哦，我们的这个先天大道，这个路一条。那么千经万典有啊，哦，未闻真经啊，说因有，哦，就是呢，千经万典呐、啊，啊，即马拢伫凡世间拢有啊啦。唔过呢，确实我呐无去听到这个真经啊，哦，无听到咱的吼、哦、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心佛性，哦，唔知影伊的因由啦，伊的源头，唔知影伊的源头。那么有缘啊，名师啊，哦，会相求，哦，有缘，假如说我们有缘的话，哦，然后呢，我们就呢，能够呢，求到呢这个名师啦，哦，所以这个名师呢，哦，我们会呢这个相求。那么开泰。白羊运、啊哦、佛说佛经说破、啊、朦胧云、哦、现在呢这个三阳开泰、哦、开泰、哦、三阳、啊、就是青阳红阳白阳三阳、哦、开泰，然后到白羊运，现在、哦、已经到白羊的这个运。那么佛经说破，佛呢就是我们那个如来，我们的真心佛性、哦，攻破迄个朦胧的云呐、啊，就是讲咱呢，哦，卡斯我呐去有云砍掉，咱看袂到日头。啊，即马吼，佛已经拢把这日头吼、哦，改攻开啊，吼、哦、攻啊，互咱了解，已经吼、哦，迄、那个云呐、啊，已经拢吼无把咱砍起来，咱直接吼、哦，就会当看到吼、哦，这个哦日头。那么善智吼，以子啊，离古人。哦，这个我们要自善啊，这个善智哈、哦，就是自善哦，我们要自善，以止啊，就是止于自善啊，哦，这个是倒装哦，然后呢，止于自善呢、啊，就能够离这个苦海的沉沦，哦，咱就会当哈、哦、离开这个苦海沉沦。那么二六啊，十首一，这个二六哈、哦、就是十二啦，二六十二。那么一个时辰有两个小时啊，那么十二个时辰哦，等于是一天啦、啊，二十四个小时。那么二十四个小时哈、哦，要时时啊都守住一啊，就是守住哈、哦、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啦、啊，哎，所以二六啊十守一，哦，所以我们哈、哦、就是要了解到整天呢，我们都要呢守住中道啦，守住我们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哦、在这个凡尘呢，假如说没有修的话、哦、没有办法、哦、睡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哦、守住中道了。
那我们有修的话，哦，你晚上睡觉也一样守住中道，所以晚上哦不会做梦，睡觉也不会做梦。然后我们哦有修了以后，哦，晚上不做梦才真的叫修道人。晚上我们还会做梦呢，那个都没有努力修啦。哎，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哦，这个要观照，用观照的功夫，哦，知道我们身体呢，啊，哦，在做什么，心呢在想什么，我们都要观照，都要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呢，哦，时时刻刻呢，你都知道自己的身在做什么，心在想什么。这样的话，你连晚上啊，在睡觉的时候也在观照，哦，也一样呢。哦，身体在睡觉，心在想什么，你都能够去掌握，哎啊，这样就叫哦守住中道，就叫二六十守一呀，啊，哦，这个二六的时候都守住一呀，啊，哦，所以这个呢就要我们努力呀，啊，哦，就是在日常生活，哦，各位前贤，这个我们哦观照我们的身体在做什么，心在哦想什么，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不会哈，哦，是不是很容易？很容易嘛哈，哦，哦，看咱的身躯在做啥，心在想啥，足简单对无？对无？对。啊，唔通讲吼，因为足简单啦，啊，咱就唔肯去做。想讲迄修道哪有遮简单呢？结果就是真是遮简单。哦，看咱的身躯在做啥，心在想啥，啊，咱拢爱家己吼会当掌握、掌握啦。这真要紧哦，因为咱吼，哦，咱无掌握咱的吼身躯甲咱的心，咱都爱互业甲咱杀，业要甲咱杀啦。啊，咱若家己有法度掌握咱的身躯，掌握咱的心，业杀咱袂惊。安尼知影无？啊，咱都爱学，咱学咱家己杀，后日咱才有法度千百亿化身呐。安尼知无？嘿，所以吼，唔通讲啊，这个平常时啊，呐拢无咧做啊，啊我呐啊一口气无来啊，吼，哦，归空啊，我就拢吼，哦，会晓啊。无迄个代志哦，吼，哦，咱在世若无修吼，吼，哦，开灯去拢袂响哦。嗯，在世若无路通行吼，开灯去拢无路。所以咱在吼，哦，在世的时阵呐，一定拢得爱吼，带咱家己本身的吼佛性。吼，哦，咱这个真吼，哦，咱这个真心嘛，咱家己得爱去吼，哦，主宰，咱家己吼，哦，掌握。唔通去用业伫哩甲咱杀，咱即久伫凡世间吼，拢业咧甲咱杀，咱会拄到啥物吼，迄拢业力。所以有足侪代志吼，拢安尼无爱拄到的吼，偏偏拢去拄到，这就是业，诶，业啦。啊，咱真爱佫拢袂来，吼，哦，啊，串惊佫串到，诶，啊，所以这就是咱的业力，吼，哦，啊，咱呢就是讲无修。无观照，所以观照很重要。哎，观照就是在修道，哦，修道不很困难，只要你观照就好。那观，哦，那个一旦观咱家己的身躯，咱的心，那个就是已经是不见妙地慧。哦，不要看轻它，哦，它的功能作用很大，哦，以后要成仙做佛都是看它。哎，迄，那个叫做始觉智啊，开始觉悟的智慧。哦，啊，你会当开始觉悟啊，啊，自然后日啊，哦，成仙做佛拢为伊出来。啊，咱若无开始为遮做起哦，哦，无楼梯通爬天呀，要爬去哩天，哦，天堂哦，无楼梯通去。啊，你若会当观照，迄就是楼梯啊。已经吼，哦，一站一站在爬啊！吼，哦，各位真安怎样吼？五气雕元啊，吼，哦，一气吼，哦，飞飞啦吼，哦。五气雕元，这个，五气呢，就是讲咱的吼，哦，这个五脏伊形成的这个吼，哦，
就是咱无解消耗，咱无解用去。哦，咱非身躯的这吼，咱的这个哦元吼，这个元神元气哦，拢无解用，啊，拢会当呢调元。哦，元就是本来，啊，调就是吼、哦、面会啦，哦，面会，你去会，哦，去会合它，哦，已经呢，甲咱的本来拢合作会，哦，一季啊，一季吼、哦。就是十二年啦，啊！你若有法度五气调元吼，十二年就会飞啊，十二年就会成啊，有劲无？哎、欸，真劲吼、哦！哦，认真做，十二年就成啊！哦，所以一季呢，哦，就会当飞。那么莲花座上呢，哦，飞单地啊，所以呢，咱会当坐这个莲花，哦，迄莲呐。哦，啊，咱咧伫咧莲花宝座的迄个中，咱坐伫咧遐。哦，啊，这个丹地呢，就是迄、那个哦，较早迄个皇宫吼，啊，头前遐、那個，哦，咱咧爬，哦，要爬去咧皇宫的遐、那個，遐、那個、吼，一间迄个三四间吼，迄、哦那个所在啦，叫做丹地。等于讲咱已经吼、哦、成就啊啦，啊，坐咧红阶道顶，啊，咱若无成就，红阶道顶咱坐袂着。坐袂掉，哎、欸，迄众生都甲你请落来。那么尊者本罗汉，哦，即卖呢，你讲，哦，咱的这讲话句啦，哦，这个尊者本来吼、哦、就是罗汉，哦，长乐金身的照世间，哦，用这个长乐的金身的伫咧照世间。那么这人啊，生死啊，归依安，哦，救济啊，咱这个人会当吼真清净。哦，伫这个世间，咱都要皈依呀、啊，皈依这个安，哎，所以咱都要了解吼、哦，咱吼、哦，我那都要学，哦，啊，这个虽然吼、哦，伊有咧讲是咱老师吼、哦，尊者本罗汉，但是咱本来咱每一个哦，每一个众生啊，也本来都是佛啦，哦，本来嘛是拢是佛，哦，啊，咱嘛，哦，嘛是捌修过罗汉，吼、哦，有成就过。所以吼、哦，买菜是讲咱本身啦、啊，哦，所以咱就要了解。那么心明啊，善男女哦，心，咱的哦，这个心都爱明哦。各位当有心明未？哇，拢唔敢讲吼。刚刚讲像老腿哎，咱都爱心明吼、哦，咱知影讲咱的心吼、哦、在做啥？哦，咱的心要明吼，吼、哦、为什么做起？就是讲咱看到啥、听到啥、闻到啥吼，拢、哦、知影。吼、哦，你看咱的心吼、哦，真紧就会当明啦。哎，啊，咱知影讲吼，咱即马吼所看的、所听的、所闻的、所想的，这个心啊，一直在变化。吼、哦，啊，咱呢？哦，卖用这个真哦，紧变化的心，哦，咱用迄个安尼哦，未生未灭的心，嘿，啊，咱心若明啊，哦，心明啊，啊，咱就会使讲仙，哦，啊，那查甫会讲男，查某会讲女，哦，就会当呢善男女，哦，啊，咱心哦一定得爱明。那么经文啊，悟透，哦，目低于呀。若经文爱我领悟会透彻，吼、哦、啊，唔通吼慢慢啊来，啊唔通怀疑呀、啊，所以咱得爱悟透，吼、哦、这个莫迟疑。那么受师点化脱苦之啊，吼、哦、咱会当接受到吼、哦、名师的点化，吼、哦，甲咱吼一点啊，咱吼、哦、接受到教化，咱拢会当脱苦，离开呢这个苦海。那么学弟啊，中央病哦，大学哦，连休呢哦，会当做加迄个中道、中道、中庸之道啦。我们呢都已经呢，大学中庸吼、哦、都已经并蓄了，咱拢吼已经伫心上啊，哦，伫咱的心上。那么心吼、哦、成心拢真正呢哦，虔诚哦，那么把经呢？啊，奉佛名，就是咱的哦心哦，拢真正的虔诚。啊，咱呢，就是讲会当的吼，甲、哦、这个经啊，吼、哦，拢真，吼、哦，咱这个不生不灭，
哦，咱来了解呢。一方面咧讲经是咱咧看，一方面咧讲经是咱的本性。哦，所以角度吼、哦，咱就爱拢会当了解。哦，咱就爱吼，哦，奉持啊，这个经，哦，啊，把迄个佛的名称呢，啊，拢会当哦，伫咱的心上。咱的心啊，拢有分啊，绝对吼、哦，袂想歹念头，啊，绝对袂做歹代志。哎，啊，所以呢，哦，心诚啊，把经奉佛名，那么一切的灾殃啊，化作尘。哦，一切这个所有的灾殃、哦灾难、甲迄个哦个唔好的呀，拢已经哦变成哦灰尘了啦，已经化成哦，那变作哦凡尘了哦，这个安尼拢碎碎碎的哦，哎，迄个凡尘，咱倒来吼讲，迄个太阳光诶，从空隙啊照进来。然后从光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那个灰尘啊，哦，那的肉眼啊，能看的最小的哦，那个东西啊，就是灰尘。那么把所有的灾殃呢，都变成啊，化成灰尘，就是已经都消失了啦，没有灾殃了。那么道大呢，哦，为天大，哦，至尊至贵啊，点灵台，哦，这个道真大。哦，啊，什么上大？天上大啦，嘿，所以咱了解哦，哦，这个咱的这个佛性哦，弥漫整个宇宙虚空啦，规个天呢，拢有咱的佛性在，哦，啊，所以这个上大，哎，啊，道呢，就是咱的性本性，伊呢，至尊至贵呀，哦，真正哩尊贵，哦，啊，会当哦点呢咱的灵台，哦，就是讲咱。即嘛伫凡尘啦，吼、哦、有即个身躯，啊，即、这个天官就是咧通啊，跟天吼、哦、通的一个门户，嘿，啊，所以甲咱点，吼、哦、点开甲天会当通，吼、哦、即、这个门户甲抛开，吼、哦、应运啊，吼、哦、开泰啊，万象灾会当应运啊，吼、哦、应即个运会当吼开泰，这个泰呢就是好事啊，好事就讲泰啦，吼、哦。那么万象哦，就是所有的万这个形象哦，万象哎，然后呢都从哦这个呈现出来，都从我们哦哦这一个真心呢能够呈现出来哦，伊即句有较有较迄个意思较暗，较无遐明。那么先帝呀、啊、哦，这个灰隆隆先帝灰呀、啊。就是讲，咱的先地位啊，真正哩光明，哦，真正哩安尼，哦，清楚的显现。立心行道呢，对外讲啊，就是讲咱爱，哦，立心用这个身躯啊，照假来修真，哦，啊，照这个假呢，哦，来做功德，哦，对外讲呢，拢爱哦去做，用咱的先地位哦，哦去行持。那么利尽书名啊，天下通哦。只要呢，咱的利啊真正哦，啊，代志啊真明，代志内底呢拢有道理啦、啊。哦，啊，咱呢拢会当合道理，安尼呢行到天下，倒位都通，哎、欸，倒位呢都拢哦会当呢行到到。那么古今啊，哦，即句咧劝讲哦，咱若有唔对无要紧啦，讲古今谁无错。哦，意思就是讲，先人拍过都有时错啦，凡人吼脚步打叉，什么人无啦？所以吼、哦、知错能改啦。哦，所以呢，古今呢虽无错，哦，过勿惮改啊，入善科。哦，过勿惮改就是讲，咱有过错啊，唔通惊去改，唔通惊啦。咱有足侪拢负恶不迁，就是吼、哦、保持咱的恶，啊，无爱改变，哦，咱足侪众生拢安尼啦，啊，唔对，要搁好唔对，继续要搁好唔对，哦，拢足侪拢吼，这个心，还有做呢，哦，这个淡改，啊，咱呢勿淡改，哦，唔通惊讲吼改过吼，哦，啊，咱本来呢，本来的利益啦，因为改过了拢无益啊，嘿，所以吼、哦。那个大良兄才讲说安乐窝了。
安乐窝就是咱的吼习性，啊，咱的习性内底吼，咱已经真惯习啊，啊，你要甲习性改掉吼，你也唔甘啊，舍不得啊，哦，我这都拢足习惯啊，你互我用啊足习惯啊吼，啊，要甲这个习性改掉，哦，啊，改掉以后吼，咱的既得利益啊，拢已经失掉啊，所以吼，有时候吼。都是在我们人的问题呀、啊，真是拢出在咱的心，哦，因为咱伫凡世上吼，咱的吼，即个生活习惯拢已经吼，互咱形成啊，啊，变作吼不知不觉，已经拢会照安尼去做，啊，要叫咱改吼，讲这唔好，这你爱改，吼、哦，这个唔是佛性，这是习性，吼、哦，习性呢，吼、哦，唔是咱本性内底，咱爱甲去掉。啊，即嘛吼，因为讲啊，我去掉我吼、哦、一寡即真实的即吼，安尼吼，我安尼行为啊，拢吼、哦、啊，拢已经即吼袂当去照原来遐去做啊，哎啊，所以伊就吼护二不迁，就吼淡改，害怕去改啦，淡改就是害怕去改，啊，咱呢过勿淡改，就是不要害怕吼、哦，有过错啊就改，改过就好。刚刚讲看，迄个日头吼、哦、有这个哦露石啊，就是讲吼、哦，迄日头去予月亮吃去啊，啊无要紧，伊吼同款那月亮过日头，就阁规个光拢阁现出来，大家拢看个清清楚楚啦。就是吼、哦、有改变的话，人家也都吼、哦、能够去体会，也可以原谅你的那个过错啦。所以呢，我们呢过无淡改啊，就可以入善科啦，哦。走入那个善的吼、哦，吼、哦，这一个行列，啊，咱有法度行入善的行列，哦，咱才有法度回归吼、哦，咱佛菩萨本位。那么科程过后啊，哦，苦海淘，咱有这个科程，哦，这个科程就是表示讲咱咧学习的迄个过程啦、啊，哦，咱要哦要去考状元吼，都爱认真读，啊，才考状元才会调。哦，那个课程呐、啊，哦，就是这个过程，啊，恁咧修的过程哦，嘛是哦，咱得爱了解哦，哦，不管是哦怎么样的哦，这个挫折苦难，我们都要哦坚定啊，坚定的心哦，啊去改哦克服，安尼呢拢会当过，啊那过以后吼、哦，咱苦海啊都会当逃离啊。就可以、哦、逃离这个苦海。那么四龙啊，及啊、这个公甲、公骨啊，就是讲这个骨就是做生意啦，哦，咧卖生意啦，哦啊四龙工商啊，哦这个骨就是商啦、啊，四龙工商，哦自心常念啊，福德高，哦四龙工商嘞，不管咱咧做啥，你若有迄个心，哦。自心啊，就是表示讲，咱有迄个心要追求成仙做佛啦，安尼叫做自心。哦，安尼呢，咱会当吼时常来念念这个真经啊，念咱家己本性吼、哦，安尼福德啊都真悬。哦，都自然吼袂遭遇吼即个唔好的代志。那么合家平安呢，万事和啊。哦，咱也有迄、那个。哦，念真经的心吼、哦，啊，合家就会平安，啊，万事呢拢真哦，会当真和乐哦，真正哩啊和气。那么经文啊，虽哦真浅啊，吼、哦、真近，真接近咱的生活。那么不可唔通呢思维啊，哦顶上云，唔通家看到吼、哦，咱头壳顶头迄天顶的云呐、啊。啊魂的飞过就无去啊吼，就是不要看清吼、哦、那个意思。那么奉行真经呢，脱苦轮呐、啊，咱会当奉行这个真经吼、哦，就会当脱吼咱这个苦海的轮回啊。心虔吼、哦，行拜相啊，咱心啊真行啊虔吼、哦，真虔行啊，哦虔诚的哦，心呢很。这个承前拜送，哦，咱呢，哦，爱了解讲咱的心行哦，真重要，因为哦，行啊，才有万物啦、啊。
天地间吼足这呢成，所以万物发生啦。吼、哦，就阿拢一直咧体会讲吼、哦，你看这個天地足这呢成，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春夏秋冬就是春夏秋冬，吼、哦，过程的啦，有没有？吼、哦，伊袂讲吼安尼行个啊，行个真闲真忝啊，今仔日无爱转啊，吼、哦、啊。日时的暗时拢无要紧啦，无爱转啊。日时的拢永远日时啊，暗时的拢永远暗时啊。那确实我是安尼吼，各位前贤，万物吼无法度发生，万物吼未生长啊，所以天地足这呢吼成啊。啊，咱要学呢，吼、哦、一定也得爱成，啊，才有法度甲天地吼、哦、相应，吼、哦，才甲天地吼会当吼汇合。哎、欸，啊，所以咱得爱心，这样呢，哦，心虔，哦，哎、欸，虔诚，啊，以后就成虔。哎、欸，啊，咱来了解哈、哦，有时候他经都会倒装了哈，哦，成虔，哦，虔诚，啊，拜相，哦，咱来爱拜礼拜，哦，拜，啊、哦，拜这个仙佛，咱咧拜仙佛，就是咧拜咱家己的本性，哦，啊，咱得爱真，哦，虔诚的拜相。消灾解厄啊，利苦救，哦，会当消灾，会当解厄，哦，咱凡世间呢，这个灾厄啊，足侪啦，啊，咱消灾解厄哦，上好，哦，会当消灾解厄，哦，爱当离苦障碍哦，这个苦，哎，苦的这个障碍哦，咱拢会当离呀，哦，所以这种真正哩重要。那么逢凶化吉啦，哦，定真相。哦，逢凶化吉呢，定真相。哦，咱会当呢，逢凶化吉，拄到迄个唔好的，唔过会把迄个唔好的吼，哦，改化掉，啊，变作呢，哦，真好的代志。哦，安尼呢，定一定呢，很真相。哦，拢是真哩，哦，好的代志，拢会当吼，上咱的心来。朝夕啊，诚心念。哦，早呢就是早时，死就是哦暗时啦吼。迄、哦那个哦黄昏以后的叫做死哦。啊，早呢就是早上，啊早上就等于说你整天呢都能够哦诚心的去念，心明啊神清啊身不颠，哦咱的心真明，啊神啊真清，哦所以有阵时啊吼，咱心。那代志真多吼，哦，咱的心就无清啦。嘿，啊，即马咱心若无代志吼，哦，真明啊，咱的心吼、哦、真清。啊，咱的身躯吼、哦，都袂安尼倒倒颠颠啦，嘿，都袂偏啦，身躯都袂偏吼。啊，万病呢，哦，解脱啊，亦无治呀。哦，这个万病所有的病吼、哦，都会当。啊，解毒啊！因为病拢从心来啦，吼、哦，病都从心来。啊，心里没病了吼、哦，身体就没病啦。所以万病拢会当解脱，脱都是气毒掉了吼、哦。那么内不残呐、啊，内就是吼、哦、顽劣劣吼，这劣吼伊就无甲咱治啊。哎，所以咱若去要劣治的吼、哦，哇，就安尼吼未清啦。哦，爱身躯破病，爱吼了钱，哦，啊，搁受苦，迄就是去学业甲咱治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尽量会当吼，咱利益众生的话，吼、哦，这个内啊，它就不会来，哦，这个缠绕着我们。念经的心头正，哦，这个念经的咱的心头吼、哦，爱真正，苦邪都会啊，属安宁哦，会当呢苦邪哦，苦敌啊，迄、那个邪邪都是无正的啦，无正的哦做邪，嘿啊，所以呢，咱会当苦敌迄个哦无正的在邪，会当都会，会就是误会哦，这误会啊，真垃圾，会当都掉啊，死都会当安宁哦，福禄。天元啊，亨利金，哦，咱就第当呢，这个福源、福禄，哎、欸，
咱伫凡世间形象的拄到拢会当哦，真正哩好。啊，这个天官呐、啊，就是讲安尼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呢，大部分拢天官很礼敬吼，吼、哦，才有法度予咱归下吼，安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么通处吼，哇、哦、佛经啊，哦，咱通就是讲会当彻底了解啊，真通啊吼、哦，这个哇佛的这个经，吼、哦，发挥啊啊双。相增长，哦，福慧增福啊，又增慧，哦，所以福啊，就是我们凡尘哦看得见的啦，哦，这一些福禄。那么慧就是我们智慧，哦，啊，能够呢双增长啊，哦，福也能够增长，慧也能够增长。那么通此佛佛经，哦，也当啊通，哦，也当呢能了解，哦，这个瓦佛经啊。啊，送啊，可是后学这一本怎么写通？啊？以前过去都是送。对啊。哦，宋词，嘿。其实哦，其实各位姐妹，通甲上哦，拢同意思。通就是讲真透彻啦吼，嘿，嘿啊，这嘛是通，嘿啊，啊通甲相相吼，就是咱一直念吼，念啊你念就是有通嘛，哦你念就有通，通就有念，嘿啊所以通吼跟诵是一样的啦，嘿，所以吼咱一般吼哪咧讲相，吼咱讲相经相经吼，这个相。那咱若讲，互家己安尼追求甲伊个真谛，迄个相就是讲你莫看，啊，直直念安尼啊。啊，你看哦，你莫看，直直念是毋是通？有通无？嘿，有通，你毋才有法度念。哦，无通你就念袂出来啊。所以通甲相哦，意思同款啦。嘿，啊，所以咱就莫执着讲吼，都爱通才会使，都爱相才会使。所以你看到通啊，看到通啊通啊，看到相啊通啊，哎，拢通，拢无障碍，哦，全部都没有障碍，所以咱哦讲呢，这个通也使，啊讲相也使，哦，相处我不惊呢，哦，子孙啊得安康，哦，咱的子孙啊，唔是讲干那咱的哦，连子孙都会当。哦，得到这个安康。那么上念呐、啊，瓦佛经，哦，光明利禄得遍布，哦，就是平步青云呐、啊，会当得到光明，会当得到利禄，光明利禄，哦，利禄是在用的啦，光明是迄个外口的名，大家知影迄个外口的名，啊，能够呢得到平步，就是安尼哦，安尼平步青云，安尼好，你会当。哦，真正的好，哦，一步一步地去关起哩。那么上得真经文呐、啊，哦，上这个真经的文，永世呢化为吉呀、啊，就是永远在凡尘的话，都呢全部都是吉祥。哦，那么若为父母诵，他说呢，咱为着父母来诵，那么父母啊得长寿，哦，父母可以得到长寿。若为王化念。假如说呢，哦，父母他已经呢都已经啊过世了，啊，咱呢有余的念，那么亡灵呢得超生，那个亡灵哦，他就可以超生啦，哦，那么若为亲友求病殃，哦，病殃啊得安全，哦，假使呢为亲友啊，哦，伊咧求讲这个病较紧好，哦，啊，即马这个病就真紧哦，就好啊啦，哦。专家若有啊，同声念，若有保安康。哦，专家呢？哦，不管是老老少少，哦，大汉囡仔拢会使念。哦，常念这功真经，免灾有消难。哦，咱会当上这个这功，我们不要祭师啦，哦，要祭功。哎，咱会当救这呢，功心一片。哦，
老师或老师呢是大技工，我们是小技工，都会当技工，免灾呢又消难。那么送得技工真经呢，觉悟啊第一先，咱会当呢，上这个公真经呢会当降五，降五第一进的啦，真进的，互咱降五。那么诸尊菩萨东赞万，真经广播是讲啥？真经。他那个有掉过了。啊？两边掉过的啦。对，真经广播是放在迄底个第二座，伊只诸尊菩萨东赞万啦，这讲话佛大慈悲，为求救六种顽灵，真经广播是放在了求人生的殊胜路，真心上处经的布经说，经典功德无量福无边。若有安康修延年，这呢，这那真接上的时阵哦，讲到真道骨啊，这个诸尊菩萨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已经修正的在佛菩萨呢，同赞，就是赞叹呐，说济公佛陀大慈悲啦，他呢这个不辞这个辛劳不辞这个苦啦，要救咱九六就是96亿个这阎佛子啊，96亿个咱这原胎原佛祖拢咱这呢微妙的众生呢这讲话佛拢大慈悲啊，要甲这原灵啊拢甲救起来拢会当超脱的这个苦海。那么真经广播是方界。这个真经会当广播十方，就是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顶下，安尼叫做十方啦。十方界就是所有的虚空。那么了却啊，人生的四圣路，就是讲已经把咱凡尘的这轮回啊，生生死死啊，已经了啊，已经去除掉啊。真行。会当呢，真诚来上处经啊，布经说经典，布呢就是流通啦，布呢布经啊，广布啊，广布呢来说经典，就是讲会当讲大家听，大家了解。那么功德无量啊，福无边，功德无量，福呢无边。那么老幼呢安康。这个大汉人啊，拢真正哩空间啦、啊，寿延年啦、啊，这个寿命会当较久啦，敢那许下嘞，本来才有这个49岁的寿命，结果活到62啊，这就是延年啦、啊，这个叫寿延年。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人高佛，安尼完了，这样给六亲的眷属往生净土啊，给他们离苦得乐。对这点，咱一般呢，对这个回向咱拢无讲真彻底了解，咱爱知影这个回向伊的真意啊，伊的迄个真理就是用。咱不是讲，你上这个安尼，就是功德真济，用这个要给人，不是安尼哦。咱得爱了解讲，咱就是把这内底的真理讲出来，我要用这个真理来甲你救，是安尼哦，安尼才有得回向。各位姐妹，不是讲我念这个啊，这个有功德，我才功德给你，不是安尼哦。是我念的内底这个真理，我要用这个真理。来解救你，安尼叫做回向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道理，不要说我念我就念有足多功德我足多功德我拢给你啦，我无爱我给你，不是唔是安尼咱一定要了解，迄个要救啊，要给人，你有法度解救脱离迄个苦难，迄都是真理真理才有法度。
真理才有法度救吼，即个呢脱离迄个吼苦难，吼、哦、是真理才有办法，吼、哦、不是说我们念了哦这个就有什么功德。对，一天到晚念念念，那功德很大啊。就是那个理啦，那个真理哦，咱用遐真理哦，咱念的内底真理，用遐真理吼。哦，好，伊要用这个真理来救，嘿，啊，所以你若第二念表示讲要让伊听搁较熟个啦，啊，无伊听无吼，唔知影吼、哦、要安怎去做，啊，你念让伊听较真熟，伊就会晓做啊，吼、哦，安、啊、尼就是回向，哦，这样知道啦吼，嘿、哦，唔通讲吼，哦，我念，哦，我念愈济啊，就功德愈大，哦，那个是错误哦，哦，我们要了解。哦，我们要了解说，就是用真理来哦救度众生，哎啊，因为你念的里面都是真理，啊，你要用这真理来改救，安尼叫做回向，哦，所以功德回向，哦，或者呢六亲眷属，让他们能够往生啊净土，哦，就是在那个清净的哈、哦、那个环境啦、啊，净土的是那个环境哦。我们要了解到、哦、最重要的就是心啦、啊。哦，你讲你若第二念第二念，啊，你有嘴无心，安尼都录音机提放就好啊，对不对？所以吼、哦，心是最重要，因为心的那个感应。哦，你讲你要救这个人，啊，你用你的心非常虔诚的，你把那个咒哦送给他。那他就可以、哦、得到你的、哦、你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啊，他就可以得到心呐、啊，心上重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对对对对啊，所以哦哦，没好在有心的灌修，不然哦，你看我们凡尘不是念了蛮久吗？啊，然后凡尘的众生的六亲眷属，难道都？真的到净土去了吗？你念了老半天，他还在，他还在受苦嘞。为什么？因为嘴巴念念而已。对呀、啊，嘴巴念念而已啊。那有的有讲师，有的这样说，业障可以利用经回向给他写和上去，他可以跟冤界那个了吗？有这种法吗？你说呢？假如说哈、哦，比如讲啊哈，就可以三次、五次、七次那个烟头啊，二水看到的都来都一样，你看你是心不痛。我做一个哈、哦、比喻啦哈，起码有人给你借10万啦哈，啊，伊即马伫你写单给你讲吼，哦，我已经拢念回向给你啊，你10万卖给我讨，啊，你肯无？不见嘛？那你借来十万，啊，两万一大，你讲好，安尼会使啊？迄嘴大用，心也无大用，迄个都唔完。还会再物件，我先甲刘老会有带。对啊，所以你要行持啊，你爱去做。吼、哦，你讲吼、哦，吼、哦，这个啊、哦，你欠我10万，啊，你做到吼、哦，迄、那个都已经吼、哦、超过10万啊，吼、哦，我就甘愿啊，我就帮你去。这样才可以啦、啊。你要知道这个理呀、啊，哎呀、啊，比如讲吼、哦，咱的子孙啊有伊做，吼、哦、啊有伊做真好的吼、哦，这代志吼，拢是要好伊的，拢是为着伊的，啊，他能够感应到、接受到，他当然就可以说，好啦，安尼咱拢无少欠。所以这个理我们就是要懂，嗯，伊咱今麦就要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哎，卡叔啊，讲吼，安尼咱平白安尼吼，安尼摕真侪钱借伊，啊，伊无代无志，干那用安尼就要安尼讲，当作已经害啊，咱敢会怨？唔怨啊？对啊，啊你若讲吼，为伊个吼，这个诶亲族啊啦、子孙啊，你拢为因做，啊做到伊看看讲，吼、哦，安尼都拢超过。哦，我给伊的遐价值啦，对无？
啊，当然伊就冤啊，啊，伊冤就无少欠嘛。我改啊，就怕改掉。对啊，就会当哦，就会当的。有的会是杀的。啊？杀人的。哦，杀人的，那你要看怎么样去做。看讲条件。有的时候就请教一个字，那个热令在什么时候用这个字啊？赤令又什么时候用这个字？因为或许看到有些经文有没有？哎。那就是热令嘛，对不对？一个格在一个令，热令对不对？那赤令的话，哦。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哦。次令、哦、就是上对下，就是、哦、他的职位高，那我们、哦、接受的人职位低，他就可以用这个次令。那么那个勒令、哦、就是他的部署啊，伊的官下来的，吼、哦，伊用迄、那个吼迄、哦那个勒令。那他对外面的就不能用那个，哎，请问一下刘讲师，那个无字真经是指我们的佛性吗？对呀、啊，没有字啊。啊，我们说五字真经呢、啊，那个是应凡人的需要啊。啊，你看一看哦，那个是不是无字？您从五个字的里面、哦、去体会，你有听过吗？没有，那个现在就是什么那个，陶伟明圣经，以前老前人那一本哈、哦，写的毛笔写印得出来的，那本它是写个印。那刚才那个，后来这个那个经文啊，跟包括刚才那一本精装本，是写字。对呀、啊，一般那个哈、哦，这个次令的话，就是他的位很高，那次令底下，底下的人哈、哦，告诉底下的人，底下的人要你就要去听。啊，那个乐哈、哦，它是属于同一个，对，好像说我们现在是哦，同属于这个经济部的。那同于经济部里面的，他就用这个字；那我不同的，哦，那就不能用这个字。其实有时候我们了解到哦，那个用字都很有学问啦。那又怕我们又很容易住在文字下，那所以有时候呢，在文字方面呢，就不那么详细解说。因为这一些都是假的，包括我们哦，我们身体都是假的。那么既然都是假的，为什么你在假的上面那么用心，那么不在真的用心？我是假，虽然是假的，有时候就是我们应用的，就跟造句一样。一个小孩子有时候在学校造句啊，你颠倒了或者是用错了，好像。对啦，我们是要就是要去学啦。就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研究佛法哈、哦，跟那个凡尘的哈、哦，那个凡俗的法不一样，不能用凡尘的法来衡量、来对比哈、哦、佛法。你有听过学讲三宝吗？没有。那凡讲是可以讲啊，你讲给他听啊。啊？你都还录音，怎么没有听过？在罗杰那边呐、啊。啊，那个还没有做出来。哎，不能做出来啊。那个点播灯就可以听了、啊。可以啦，可以做出来，把那个地方弄掉。不要那个点的不真的，那个不要那个我那个后礼拜二吼开始就放两点半点，哈哈哈哈哈，上课前的，放在前面吧。不可以呀、啊，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哈、哦、还整个正在哈、哦、运转的时候，他或许标新立异哈、哦，会被人家砍头的。你们可以私底下讲。
很棒，你们私底下去讲就好。没有，我们不传出去就好了。啊，你们就可以找听过的人去问啦、啊，他就会讲给你听啦、啊。对啊，我们可以听的，可以听，然后跟人家讲。那就泄露天机啦、啊。不是啦、啊，不是讲、啊、跟那个讲的跟讲道理，跟那个讲的不一样、啊，讲的。可以用吗？